回锅肉。做回锅肉的主料有：带皮的猪后臀肉400克，青蒜少许，调料有菜油50克，料酒10克，盐4克。白糖5克，味精4克，葱姜10克，郫县豆瓣75克，甜面酱30克。制作方法：制作时先把猪肉放到汤锅里，用旺火煮至70%熟时，晾凉，切成8.3厘米长、1.7厘米宽的大片。锅烧热以后加上底油，放入肉片，煸炒，待肉片卷起，这时候加入葱姜，炒香之后加入料酒、甜面酱，放入豆瓣酱、精盐、味精、酱油，放入青蒜，炒匀以后装盘即可。这道菜的特点是红绿相间，色泽光亮，滋味醇浓，微辣回甜。